大家好，这里确实前不想上班。那今天呢，来玩这游戏叫做《疯狂成长》。那简单来说，顾名思义啊，就是它会长大、会成长的一个小游戏。但是它是有一点点音乐节奏的概念，就是对，一点点而已，看了就知道了。开始吧，就是这样。然后那边会 build 这个东西出来，就不要被打到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哒哒哒哒哒，然后就这样，八八八八八，我的目标根本就是想尽办法，最后长得够大，把你给吃了。啊！怎么越来越多那个小东西？说像炮弹一样东西。啊，知道它是用滑鼠在玩的，所以我觉得可应该可以拿来当做训练我自己这个烂滑鼠功力的时候。哎呦！居然是导弹类型的，我自撞，我自撞。左边全导弹了。花子，花子，啊，哇哦！同学这样很坏吗？自撞哎！不然我觉得从这一关开始，我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。没有滑到，自撞自撞，那应该要及时的把它全部给吃了，我觉得。哎，自撞自撞。哎，
我的人生。就这样，是有点心脏痛，不过但十关就结束了，就是算十关吧，我其实也没仔细看，应该十关了。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儿啦，这里是睡前不想上班，谢谢今天的观看，谢谢。